你们会不会唱？剩下的大声的，晚上自由活动时间再加码。带上斗笠，转鱼竿，钓鱼。第一只钓到什么鱼？钓到小金鱼，很可爱哦。接下来第二只什么鱼？芦莴鱼，很好吃哦。钓到美人鱼，好，第一次看到男的美人鱼。钓到什么鱼？大白鲨来啦！一起来。钓什么鱼？小金鱼。钓到什么鱼？钓到一只芦莴鱼。哇，芦莴鱼又来了。钓到什么鱼？接下来第三名又是什么鱼？为什么美人鱼的姿势越来越奇怪了？好，原来是信息。来自于我们一零七二零七班的组曲表演演出，谢谢他们。